嗨，是平安喜乐，我是小乐。今天我要去参加 Of Miss 的台北见面会，旁边的是柚子。那这次的地点呢是办在圆洞空间，我之前有去参加过 History 的 Party， 也是办在这边。那这一次呢，就是因为它已经结束营业了，然后一楼的场地有应援的布置，然后也有工作人员在引导，所以比较好上楼。这一次的联映团队也很用心，也是比较婚礼的感觉来做布置，觉得真的大家都好棒哦，付出很多心力去完成这样的内容，真的非常不容易，在这边真的要跟他们说一声辛苦了。然后外面呢也有发很多应援物，像我这次也拿到了一些，还有我觉得很棒的插画家，他画的贴纸真的非常可爱。再来呢要准备进场了，因为空间比较小的关系，所以大家排队入场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点微微的闷，还好后来终于入场之后人气还蛮强的，空气就比较没有那么稀薄了。眼睛眼看黑痛没带来没人为爱可尽管再没烦，看人车见面车看人痛空气云看看成了痛人对感动，这场更慢慢一起地方困难都变成。不好意思，我跟两位演员说一下，来到台湾粉丝见面会的 SOP 就是中文 SOP， 学了一些什么样的中文跟大家利用这时候现学现卖一下。我们对岸呢有亚雷涵，他说他后台有查了很多哦，但是不知道记不记得住。他说他非常有自信，他准备了很充足。我爱你。红不烂。我很想你。我很想你。我很想你。Take care of yourself, please。今天很开心，在这里跟多。见面。然后咪一行人啊，还有一句，巴多伊啊，巴多伊啊，皮德然后皮女啊，没错，跟第二个女主持。那个时候也是我主持的耶。九分二元。งั้นเดี๋ยวผมพาบิ๊กไปมูเตลูถ้าสุดถ้าไปไหว้พระไปไหว้พระไปไหว้ฝนหลงทันชื่อวัดหลงทันชื่อ我觉得我每次看看那个 mix 吃东西，感觉都很好吃哎。我留笔了，八多一。ทำไรอ่ะ？小皮。คุณที่ยอมมาเดินเส้นทางนี้ด้วยกันนะฮะก็ไม่รู้ว่าจะชอบหรือไม่ชอบแต่คิดว่าน่าจะชอบแล้วตอนนี้ตอนแรกคิดว่าน่าจะเครียด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ยังไม่เคยทำเราแฮปปี้มากที่แบบI'm ready. Ready? Okay. 3, 2, 1, 计时开始。马上看看 Earth 跟 Mix 的现场家事大考验，他们要套被单，两个人还在七手八脚。不是有战略吗？Go! 两个人虽然彼此会去对方的家中过夜，但感觉对于对，感觉有啊有啊。可以。准备，五、二、四。3,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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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觉得二
子比较贤惠的人请举手。我给我上来。哎，进来哈。真的吗？真的吗？啊，不会啊，来，你想怎样？请你们呢跟台上的就复刻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VCR 请播放。上 VCR。3, 2, 1, action! 我还演得很像开车。可以。我不解疼，我不油怕哇！我就喊你撩，他们没撩。那他们，那他们撩，他们。บอกให้มึงเลี้ยวทางนี้ทำไมมึงเลี้ยวทางอื่นน่ะบอกให้มึงเลี้ยวทางนี้มึงจะเลี้ยวทางอื่นทำไมอ่ะมึงไม่เชื่อกูอ่ะมึงไม่เชื่อแต่ตัวเองอ่ะมึงทำอะไรอ่ะกูขอโทษนะเว้ยขอโทษทำไมที่กูไม่เชื่อมึงไงเดี๋ยวตามที่มึงบอกเอาทีนี้เชื่อหรือยังล่ะว่ากูปวดท้องจริงๆแล้วมึงจะหัวล้ออะไรมึงขอโทษดีๆได้ไหมอ่ะไอ้พวกมึงขอโทษ请他们呢，两个人可以互相示范一下，宠溺的摸头。endu 啊，不 endu no， 就是摸的让我头洗一点，不要这样子摸。我的命，你熬过 endu。啊，示范一下，示范。要这样子，要这样才可以摸，要这样子摸才对啊。能懂吗？要这样子摸。哥哥，you don't like me。Don't hurt me. D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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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rt me.Thank you.
家的首富。You make my heart smile。Earth 哥都很认真在速记速写，画下此刻所有的画面。Mix。没有我可以来。哭得像个小泪人呢。Last one， 等一下还有最后一个词。自己写什么东西？希望今天大家来很开心。希望大家今天都很开心。ผมก็เซอร์ไพรส์กลับกันครับในการวาดรูปให้ทุกคน。他说，因为大家刚刚给了他一个这么美好的惊喜，所以他也准备个惊喜给大家。来，大家可以看一下。You make my heart smile.的粉丝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他们哦，很可爱，很可爱 ，so cute， 哦 ，looks so yummy，looks so yummy but also beautiful。那这边我们会麻烦 Earth 跟 Miss 跟的这个蛋糕，还有全场的大家，我们拍个大合照，好不好？ Okay， 那我们可能把这个，对，我们可能要把蛋糕转一下，转个面。ให้ทุกคน take care of yourself ดูแลตัวเองให้ดีๆนะครับทั้งร่างกายและจิตใจแล้วก็รักตัวเองให้มากๆนะครับผมก็แบบสารกะครับก็ขอให้ทุกคนนอนหลับฝันดีมีเงินใช้แล้วก็สุดท้ายแล้วรักแม่จุ๊บจุ๊บเยอะไม่จุ๊บ谢谢二十，谢谢 Mix， 感谢 Mix 今天的写满了大钞的手臂，我第一次看到。老张干来，人肉小钞，本场 rap 听着挺那边骗的，有人看到你了。这个 CP 真的是太美了，希望大家永远躺在坑底都不要出来，好不好？那呢，就希望大家躺好躺满，今天集掌集好集满，拍照拍好拍满，努力存钱，我们下次见，谢谢。在修图的柚子，要去柚子的 Twitter 跟 IG 上面看 Earth Miss 的照片。结束之后呢，去西门看了一下灯箱应援。好，我现在回到家了，因为今天4点开场，大概到5点50分的时候表演就结束了，然后之后呢就开始进行福利的环节，因为这次是由无限娱乐主办嘛，所以他们是集掌跟合照放在一起，像 KK 的话就是可能先合照然后再全场集掌，无限娱乐的话就是比如说你上台然后先集完掌然后就绕到后面然后再开始拍照，然后今天的主持人呢是阿关，他也是蛮知名，然
然后在活动界主持蛮久的人。那我自己体验整场下来，我觉得他主持的蛮好的，而且他也做功课做得很足，我自己是觉得蛮用心的。今天看到本命的感觉真的就是非常感动，从他们一出场我就开始不停的想哭，一整个活动下来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已经哭几次了。毕竟我是在2021年入坑前行的，那时候还是疫情期间嘛。我第一场线上 fan meeting 也是看 Elfmix 的表演，我觉得我的感动可能很难用几个片段或是几句话来形容吧，因为他们真的是在疫情期间给了我很多的力量，现在有机会见到他们真的很开心。总之我觉得今天 Elfmix 的这场见面会呢真的是蛮不错的，我自己很喜欢。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有去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感想哦。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别忘了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